前吼，以前咱庙拢有伫遐移身体，其实即个是以移身体迄个吼蒸汽当中来开始的吼。拜拜。所在伫庙内面，就是咱新北市咱主龙庙主龙府的好朋友。那么由主龙员林定发林主委带领来掌声欢迎咱新北市板桥吼板桥吼板桥子龙庙的好朋友，来掌声欢迎他们来到现场。